呢、这、一个夜晚9点钟嘅一个嘅分享时间啦。咁而家呢一度几位啦，我识阿 Margaret 啦，另外 Lisa 同埋 Viola 嗬，你哋系咪已经系Life Wave 嘅会员嚟噶明白嚟嘅，Lisa 上个礼拜分？Member 啦嗬，嗯，哦，OK，系啊，系啊，系啊，咁系啊。OK，咁我哋今晚咧，其实咧主要咧就会系以一个即系倾谈嘅形式啦，咁睇下咧一啲新会员或者未系会员，咁又或者系已经好耐嘅会员，咁有啲乜嘢嘅个案啊？譬如话系你自己啦、屋企人啦、朋友啦，系用过呢个 Life Wave 嘅，不过咧好似咧未能够好快脆见到啲效果啊咁样，咁我哋就可以咧攞出嚟去讨论下啦。咁大家雖然可能有啲個案咧，唔係你自己嘅個案，不過你聽係人哋嘅個案咧，都會學習到好多樣嘢嘅，即係慢慢咧就融會貫通嘅啦。就好似咧，譬如好似 Susanna，佢身體有嘅嘢，屋企人有嘅嘢都有限啦，身體嘅毛病係咪？但係咧，佢就好似一個專家咁啦，好多時候解答好多人嘅問題。點解咧？因為佢已經集合咗好多人嘅個案咧，佢哋試過建議人用過，最後又唔得別得啊咁樣樣。咁所以咧，我希望呢一啲嘅經驗咧，會大家都能夠儲下咧，成為大家自己嘅經驗啦，咁樣樣咯。咁我點解會有一齊可以分享咧？咁可能因為喺我自己本身就係一個理療師嚟嘅。咁我以前物理治療師啦，不過已經好多年已經唔係一個物理治療嗰個嘅身份啦。咁我係喺一間理療中心度咧，我會做一啲生物頻率嘅一啲檢測啦，同埋咧係透過一啲儀器或者係 Life Wave 嘅產品嚟到去即係幫人去掹翻啱佢嗰個頻率，咁所以咧就我亦都係經常遇到好多 client 啦，亦都係唔同嘅個案咁樣樣，咁就可能會有時將一啲嘅個案同大家分享啦，咁變咗可能有啲可能都係類同嘅情況。咁我會有一啲嘅建議俾大家，點樣用啲貼咧嚇咁樣樣咯。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時間咧，而家呢個半個鐘度啦，4至5個鐘咧係大家嘅，其實我哋即係可以一齊分享下嘅。即係有冇啲你想提出嚟研究研究下啦，當 case studies 咁樣樣，咁就唔好客氣喎。Margaret，你可以讲一讲你个仔仔嗰个个案啦。哦，我个仔嘅个案，真系感谢主啊！你哋讲咗后，我就去照做咗。一个礼拜后，佢冇话嗌住我去打针啦。咁样就仲未腾，仲有些少啦，仲冇咁快脆完全啊。但系我咧，我个问题系我个问题啊，而家我个问题啊，我就照你教我仔啊，咁我嚟做5日啦咯。哇，嗰5日嗬，第二日，哇，我第二日我成个头痛到，真系唔知点讲啦。因为我头痛，眼个问题啦，因为我眼个问题，我咪同你讲咯。嗰阵时仲唔会讲好严重。嗰日完咗后啊，哇，成只眼睇唔到。我想讲，我成个头痛咧。因为Elaine 问我仔有冇照路嘛，咁我系咪我脑有问题啊？而家我就系咁样谂啦，咁我就痛，我就快啲粘嗰啲卡路先咯，我粘咗4块，头壳顶一块，颈嗰度一块，唔使练咁多啊！唔系我冇办法，因为我好好辛苦，咁我就粘咗4块石嗰晚黑。真系感谢主啦！嗰晚黑第二日就冇事啦。真系其实 Life 真系好帮啊！我觉得真系好有，真系好有 power 啊，好有嗰个能力你只眼有咩唔舒服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我眼干啊，干到嗬，肝，哦，眼肝。我好多年嗰个医生见个医生。俾我好多嗰啲唔同嘅药水滴都唔得，甚至滴咗喉嗬，佢又有屙又呕嗰啲咁咯。
又帮我割眼皮，割完眼皮又再，而家又再同我讲割再割眼皮，我都唔吓，敢俾，我冇咁嘅胆量割再俾你眼皮可以，割 眼皮眼都可以，可以治眼干，干唔可能眼干特皮嘛，别，系咪？系咯，我唔系知咯，个医佢生咩理点，论？系咯，唔知呢个医生点样谂咧？因为上一次我试过一摆系另外一个医生好好嘅，佢就帮我洗个眼，洗咗眼后真系好好。咁我就建议嗰个医生同佢讲，我上一次嗰个医生同我洗眼，佢都唔睬我咧。后尾系俾我眼药水、割眼皮，乜都做啦。佢讲咩我就做咩，但系帮唔到我。系，咁结果你用边啲 life 我而家 wave 我去？用 iFree 系去帮佢系，虽然而家系仲系咁样有咁样问题，但系我知道可能系我头脑嘅问题嘅。而家因为嗰日5日嘅第二日，就忽然之间我头脑有问题，所以而家就我喺下一步再睇医生睇点样讲嘢啦。咁即系你只眼而家就唔系好干啦。唔系好干，但系因为我呢几排我哋新加坡嘅天气好差好差，不系。冇人感觉啦。我好 feel 到，因为我知道呢排嘅天气好湿好重啊，可能系天气嘅关系，所以我每一日我都好攰啊，好即系好唔舒服嗰啲类啊。但我都系冇谂太多嘢啦，我照行照做咯。就系咁样情形咯，祈祷啦，只有祈祷，赞美主。哦，即系眼光就未完全改善，不过其他有啲嘢就好咗啦。其他啲嘢有进步啦，有进步啦，阿张导有进步，，OK，OK。好多好多，我身体好多方面都有啲进展啦。但我都系会继续排毒啦，你试下，因为我排到第五日啦，我呢五日咧发现个身体轻松咗噶，同埋我头头咧用嗰个排毒贴法咧，第二日咧我个额头咧系生咗粒疮出嚟，好耐未试过生暗疮，生咗粒疮出嚟，咁我知道咧真系排紧，但系排完之后咧就会发现自己啲皮肤系滑啲嘅，同埋真系去多咗好多大便，好多。我睇我身体都系有啲问题啦，要睇下继续落去点样嘅情形咯，会噶好啊，啦，一定会成功噶啦，呢、这个贴片俾我，OK，可能呢个时候吓好系啊。俾我清理我个身体啊，俾我健康啊，等我下个月去得又玩得会爽快啊！好，系，这次神安排这次机会啦，我相信系有佢嘅美意喺当中啦。有系，好啊，咁，系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祈祷同埋介绍，我要唔使客好气，啊。多咁我哋另外有Esther。系咪 Esther 同埋系啦？Esther 媽咪系咪啊？不如你讲下有啲乜嘢可以分享下。系啊，我妈咪咧，佢嗰阵时我买俾佢咧就用 ice wave 啦，咁主要佢因为佢行路，佢系坐骨神经好痛，即系佢话佢坐骨神经好痛，同埋咧佢个腰部咧总之佢行路咧每一步都好痛嘅，咁就佢用 ice wave 咧，但系即系跟住嗰个369嗰个贴法啦，咁但系咧都唔系好止到痛咯。咁嗰阵时我只系知道啊痛就试下俾佢用 ice wave 咁样啦，咁就冇用过其他嘅咁样，我就唔知点解佢话止唔到痛，所以咁样咯。我谂佢嗰个痛系比较严重，
系所好以严就重，未佢系能够指导同，即系未能够好大帮助。同埋咧，ice wave 始终都系治标嘅，即系佢真系镇痛。咁我哋希望咧，佢嗰、那个一啲令到佢痛嘅原因能够改善啦。咁嗰、那个叫坐骨神经痛咧，其实就系一条嘅由个坐骨捐出嚟嗰条神经线。咁嗰度咧，应该系俾一啲嘅软骨啦，嗰啲可能扎实咗啦。咁呢啲咧，其实系需要做埋嗰个细胞上同埋啲组织上面嘅一啲治疗嘅。咁如果用贴片嚟讲咧，你妈咪需要用埋 A39 啦，同埋 Kinocine 咯，即系嗰个基哦，肽啊。系哈哈哈。舒服。咁呢个咧就长远咧会帮到多少少，系啦咁咁样佢使咯。唔使用埋伊昂呢？呢样就睇下佢有冇发炎啦。咁嗯，即系。如果佢有，譬如话嗰啲股骨嗰啲位咧，即系其实喺个吓，股后边嗰度捐出嚟。如果佢有埋兴啊，可能有肿啊，咁嘅话咧，咁啊多数都有发炎。咁就用埋 Aon 咯。嗯，系啊，因为佢嗰个情况咧，其实好多嘢，即系佢嗰阵时未换膝头哥啦，佢个膝头哥又系损，未换膝头哥，嗰阵时个膝头哥咧又系歪咗嘅。咁后尾我哋就叫佢换膝头哥，咁结果膝头哥换咗咧，咁嗰部分就梗系冇乜嘢啦。咁但好系咧，啦，佢条腰同埋即系 pat 对上嗰部分，依然系令到佢行路好辛苦咯。所以我哋都唔知道呢个情况点样帮到佢咁样。你妈咪系咪好肥噶？系啊，系啊。系啦，我估都系，因为肥胖嘅人咧，佢嗰个压力啊，对嗰个膝头哥好重啊，所以咧，慢慢慢慢就个膝盖退化。比其他人特別容易啲啦，咁退化到嘅地步，可能就係嗰個軟骨咧已經磨到蝕晒咧，咁就好痛啦，每一步都。咁換咧，其實就換咗嗰個即係有啲人造嘅軟骨啦，即係喺嗰啲位嗰度，我哋叫做 totally replacement 啊嘛，佢雙兩隻腳都換噶，係咪啊？兩隻腳啊，都唔系，換净系咗，换換一一只隻，啫，吓，咁同埋可能喺佢過去即係痛嘅時候咧，因為佢就住嚟行啊，就得多咧，佢會其他嘅關節啦，譬如股骨啦、成日腰啊嗰啲咧，會有啲叫 compensatory movement，即係會補償性嘅嚟到幫佢平衡翻啊咁樣樣。咁慢慢慢慢咧，嗰啲嘅關節咧又會有勞損嘅咁樣嗯，咯。咁其实媽媽系而咪家都？仲係好肥。系噶，因为佢做唔到运动啊嘛，佢净系可以行每一步路都痛啊嘛，咁明所以白。咧就可以带到佢落去楼下行下，行一阵就要坐低啦，咁样咯。如果以前咧，唔系你治疗嗰啲咧，就会做水疗咯，等佢要游下水。即当然有嗯。个物理治疗师指导佢啦，佢可以喺一个无重底下咧，唔需要再伤嗰啲关节，但系佢系，可以做到啲运动咁样咯。如果系咁咧，可能佢贴埋 energy enhancer 咧，会再 further 帮到佢，因为系，energy enhancer 咧系帮佢行气回血啦，同埋咧系帮佢增加新陈代谢啦，嗰个期望嗰个燃烧嘅脂肪都会帮到下，咁但系我唔能够话，哎呀，一定会帮佢减几多磅啊，咁样好难讲，即系其实要同佢嘅肥胖嘅习惯啦。种种系一齐夹埋去帮佢嘅。系，佢又食好拣择嘅一啲嘢，即系因为佢都系一个曾经癌症嘅康复者嚟嘅，所以咧佢好夹去食得好清嘅佢，咁但系因为都80岁，咁所以咧我谂佢新陈代谢好慢啦，咁所以咧佢就你就算 even 食好少嘢，佢都系唔会佢减到噶啦，都明白，系所以我啊，哋就帮一帮佢啦。
就係用 energy enhancer 嚟幫手啊，因為呢個嗯係可以幫嗰個新陳代謝增加嘅。嗯嗯嗯，OK。咁呢啲先至喺佢嗰個叫做一個症狀嘅源頭嗰度開始入手去，希望佢譬如減下磅啊，佢身體輕盈啲啊，咁都對嗰個叫做骨神經都有啲幫助㗎，即係間接會有啲幫助咯。OK，都话我建议佢咁样用啊。同埋佢其實都可以有啲運動做嘅，雖然唔係嗰啲跑跑跳跳嗰啲咧，有啲啊。拉筋嘅運動咧係可以即係減輕嗰個坐骨神經嘅症狀嘅，係啦。嗯。咁可能你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揾一揾，或者我揾到一啲我可以 send 俾你咯。好啊，好啊，我试下睇下。系咯，你如果得嘅就睇下我点样同你联系，就我揾到一啲好嘅坐骨神经嗰啲嗰啲拉，主要系拉筋一啲嘅运 OK，动，嗯嗯嗯，好啊，都唔会好辛苦嘅，咁样，你只要佢肯做就得。好啊，好啊，系咧，佢主要而家都系落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咁样，行两步坐下咁样咯，咁样啊，咁啊好啊，即系Canosun 都可以帮助到佢，系咪？即系有啲贴。幫助㗎，因為佢係幫助啲筋腱啊、軟組織啊、神經線啊哦呢啲，佢都係幫到嘅。，OK，OK，好嘅，好啊，唔该。Priscilla，係。我先问你嗬，我最近认识一个90岁嘅老人家啦，佢尿失禁好多年啦，系讲佢哋都冇办法，医生都冇办法帮佢啊，我应该点样帮佢？失禁，你讲紧尿个失系咪禁，啊？啊啊，唔因得为控老制。人家系啦，因为年纪大咧就会好即化，系去佢嗰咗医啲松弛啊，嗰啲盆底肌啊嗰啲咧会松弛啊，或者嗰个膀胱嗰啲即系收缩嗰啲肌肉咧，啊。咁变咗。如果 life wave 嚟讲，你都试下用，其实用 energy enhancer 同埋 carnosine 都有机会帮到嘅，因为肌肉，讲紧用肌肉，肌肉啊。系啦诶，，energy enhancer，即系放喺因为个力水肚嘛，嗰度，放喺个肚嗰度吓，系，放喺个肚嗰度系。你用翻佢嗰啲指引嗰啲嘅位置就哦，得噶啦。哦，好，系啦，因为唔佢该需要你。力啊，佢老人家唔够力啊，咁嗯。energy enhancer 都系提气，同埋去令到佢有翻个 energy 咯。嗯，OK。咁 carnosine 都系对肌肉有帮助啦。咁呢啲都系佢嗰啲盆底肌啊，即系总之系嗰个下体啊，嗰啲软组织啊，嗰啲要够力先至可以同佢引到嘅料嘅。即系放个位置，放个肚旁边都得啊，系咪？如果你真系想要准确啲，你可以咧揾喺个 Google 度揾一啲，你点样哦，揾一啲 keyword 啊？你打啲咩咧？譬如话失禁穴位咁样，咁你就会揾到一啲穴位，你见到有啲穴位，咁你就如果系 energy enhancer 咧，你就揾一啲系佢可能系一啲对称到嘅一啲穴位，咁你就系右边摆白色。左啊，边摆啡色咁样样咯，哦，OK，得啦。如果你话唔知点样揾，咁你就跟翻energy answer 喺嗰个官方嗰啲建议你嗰啲位置就得噶好啦，好啦，嗯，唔啦。该晒。系啦，咁咧有一位系玉云系咪？手部有紫色斑点应该贴啲乜嘢？OK，手部有紫色嘅斑。呢啲都系啲代謝咧，麻麻地嘅，所以咧積聚咗啲色斑喺啲皮膚度，會帶唔走啊。咁第一啦，可以其實 X39 都實啱噶啦，係啦，X39 因為處理細胞嘛。另外咧就係用谷胱甘肽，因為幫你排毒，同埋 Energy Enhancer 幫你新陳代謝增加，呢啲都係代謝嘅問題嚟嘅。
咁如果你话，哎，我仲想再快啲，同埋你唔介意，即系头嗰几个月可能用多少少花费啦，咁你就贴埋 Alavita 啦，因为 Alavita 系针对皮肤嘅好多嘅问题，佢都帮助到嘅。你记得啊，嗱，A39 啦，Energy Enhancer 啦，谷胱甘肽同埋 Alavita。嗱，有冇啲朋友有冇其他想问或者想提出嚟嘅个案，或者有啲成功个案，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或者你可以喺嗰个聊天嗰度咧打字都得。就请问一下，嗯，首先啊，好啊。先眼部啊，眼嗰个视网膜啊，薄啊，嗯，系。咁样系，即是薄啦，又唔系话视网膜唔系话跌出嚟啦，咁样贴嗰个 Aon 跟那个同埋嗰个 Canosin OK 嘛？Hello 先系啱嘅，系啦。卡洛斯啊，另外 X39，因为呢啲系细胞问题嚟嘅，系细胞问题，所以咧，贴 X39 啦，同埋 Canosine，卡洛斯，系啦，系日啦，日贴啦，呀，因为系俾都可那以个嘅。医生，佢话我嘅视网膜啊，你嗯，听啦吓，薄啊。嗯，惊即嗯嗯。是有阵时耐咗，年纪大咗退化吓，惊你好哈似哈哈，跌落咁样啊！哦，佢惊因会为脱好多落，人系吓系系，脱落啦，啊，嗯，所以咁样脱发系咪会有预防咧？预防当然都可以啦，系啦，啊，唔系咁话当然医可疗以，啦，即是可以知啦，道可预以预防嘛，防可啦。以可以，即系但凡呢啲由预防到即系叫做修复都有帮助嘅，都有帮助噶吓，嗯，所冇以错。呢啲贴片对眼部嘅疾病都有帮助啦。会嘅，系啊，系啊，系噶，OK，有关头嗯，先我讲嗰、那个，头先我啊，问嗰、紫那色个斑，阿啊，紫色斑嗰个啊，呢啲唔嗯，系话血管问题系咪？系代谢问题。好难讲吓，但系要，因为咧，我而家睇唔到啊，吓，究竟系啊！你啲血管好薄，已经有啲伤咗、爆咗、变咗系淤黑啦，定系？纯粹系一啲表面皮肤嘅斑咧，咁我就睇唔到。咁如果你纯粹话色斑咧，我就当佢系皮肤嘅嘢嚟啦。喺紫色，好似譬如讲，我喺我个净系个手啊，两只手。譬如讲，我不拗如你好开个痕，我镜头睇拗下。其实啊。你喺个手，你可以开个镜头俾我哋望下，系嘛？点样要影你我？就你开咗个镜头得唔得？我咁样开唔只开到手，啊？咁样只手，等系一啊，你阵伸先，落我睇去，点。你摆落去个嗰只镜手伸头，出嚟咁样啦，系咪？不过你要开咗个镜头先，而家我哋睇唔到你镜，睇唔到你个样，哦，你唔识开镜如头果你啊？等一阵，或者你同第二个人解好答啊，个问题先，可能同屋企我人要。问下点样开哎呀，系喎，对唔住啊，你回答第嗯，二个人先。哦，吓、啊，有冇其他想？倾下啲个案啊，或者有冇认识一啲朋友，有啲乜嘢嘅身体问题，你想帮佢问定，用啲乜嘢嚟到贴片去帮佢，咪到时你可以直接去介绍俾佢用啊，咁样。或者有冇人可以分享下你自己用咗贴片一啲见证啊？
即系你觉得啊，好似咧已经有嘢帮到你啦，又或者有啲异常嘅，即系用咗片片一段时间吓，你身体出现啲异常嘅反应咁，都可以攞嚟分享下噶喎。OK，咁啊，开咗啦，点啊？见到见啦，见，睇下先，睇下睇到嘛？你只手，你要喺嗰、那个你喺个电话系咪啊？个电话你嗰、啊，点那个样？拍摄嗰个镜头度咧，你要 show 出嚟啦，好似我咁嗱，咁咪叫 show 出嚟啦，即系咁咪叫攞出嚟系嘛？你喺个镜头前面系啦，咁我睇下有啲咩色斑先，喺边度啊？喺边度啊？整高少少，整高少少，手背睇啊！到我嘅手嘛，睇到手你头嘛，先睇到下嘅，不过要再高高啲，再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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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啲，少系啦，对住系啦，镜头，吞后少少，哦，系喎，你离远少少啊，离远少少啊，系咯，嗯，睇到啦。都睇到嘅，学又好似系有啲深入喎，又唔系净系表面皮肤喎。嗱，可能真系有啲血管爆裂啊，嗰啲咁样样，可能你有冇痛唔痛噶？痛唔唔痛啊？通噶，唔通噶，唔唔通通，噶？呀，唔通噶。佢系冇血流出嚟喎，但系皮肤仲系紫色，佢冇血流出嚟我个手上边嘅，睇到我觉啊。得你都系用翻嗰几样嘢咯，如果有血管嘅问题，你怀疑有血管问题咧，就用埋 Kinocine 啦。哦。系因用为埋我 Kinocine。眼光就贴喺我嘅眼嗰只有问题嘅眼嗰度啦，咁咧唔系话再贴另外一张货呢个手噶，唔使嘅，唔使嗰嘅。一只嗰如一果贴就包埋噶啦。系啦，其实 Kinocine 咧，你可以贴喺嗰个心口啊。系贴喺心口啊，度心咧，口咁佢啊两边走噶 OK，啦，又想走上去，又走落去，又走上去哦。嗰个手唔嗰一度，定系要啦，贴因喺为佢只系眼嗰，唔一定，其实佢系跟住啲经络咧全身走嘅。咁就嘅。边个地方啲细胞组织有需要佢嘅频率咧，佢就会抢佢啲频率嚟到去修复噶啦。所所以以呢你个紫色呢个斑点啊，佢冇血流出嚟嘅喎，但系哈哈哈！应该系血嚟嘅。你可能啊，睇我有里边啲睇医血生啦，管，医生话。中西医都睇啦，西医就唔知系咩啦，佢讲唔知咩嚟嘅。啊，咁啊，中好医耐佢噶就啦，话，吓，几耐啊？几个月啦，几个月哦，几啦，个月嘅，有阵时冇噶，唔系一最近比较有，好似我手痕啊，我拗下拗下，佢就出现噶咯喎。哦，其实应该系咧，你啲血管比较脆弱啊。你有少少压力俾佢，你拗佢压力噶嘛，就已经整破裂咗佢啦。可能系啊，咁勾样佢啦，佢就出噶啦，呀！吓，即系你容易有血管损伤咯，你比较弱少少啲血管。啊，跟住医生话皮肤薄啊，佢讲皮薄啊，你知道啲医生啊，一人讲嘅样都唔知边个冇嚟错，你可以试下咧，你可以试下咧，用 energy enhancer 啊，因为咧你可以咧将嗰个血管咧打通翻咧，令到佢咧系嗰个输送啊，嗰个比较顺畅啲咧，咁你呢一个情况系会改善，同埋因为咧energy enhancer 咧能量贴片啊，能够增加你细胞嗰个能量啊，佢个 ATP 啊，咁所以咧变咗你嗰个好快脆咧，佢可以将嗰个细胞嗰个能量加大，咁佢就会流通得快少少，咁啊变咗贴可喺能边度啊？贴喺贴喺手脚底啊？贴喺右手，总之右边系贴白色，左边系贴啡色，你贴喺你对手呢、这个手腕上边都得噶啦。OK，唔系贴脚底啦吓。嗱，其实咧，如果你喺个手上边咁明显咧，你直接贴喺呢个手嗰度啊，OK，手腕做呢、得。这个，你见唔见到我而家嗰个位置啊？啊，贴见到。
系啦，直情系呢廿一个，天啊系啦，咁啊，，OK，因为右边系贴白色，左边就贴啡色，咁样贴喺度，一手对腕嗰度啦，手腕，嗯，系啊，跟住你咧好，就贴完之后，你配合饮水，咁卡罗神系要嘅，因为其实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咧，有啲嘅即系血管开始系弱咗啦，咁同埋亦都系啲筋腱啊，我哋嘅心血管啊都系差咗嘅，即系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咁所以 X39 加卡罗神再加一对嘅 Energy Enhancer，你望一望你自己呢一个嘅皮肤。有冇改變？可能一個禮拜後，我哋再有 Zoom，你又翻嚟同我哋去上翻。哦，每逢星期二嘅系咪我哋星期二、星期三都喺香港廣東話嘅，？OK，三個月都係星期呀，二、星期三，係啦，OK，嗯，係啦，好嘛？咁你影低相喎，你而家自己咧影低相，影低你自己啲紫色嗰啲斑咧，嗰個狀態。然后咧，你三日后就再影。你听日用咗 Energy Enhancer，因为而家瞓觉啦，唔好夜晚用，我惊你瞓唔着。朝头早先至用吓，咁你就观察嗯。下，同埋你个饮水嗰个密度高少少，茶咖啡减少饮。通常佢出现咗啊，一个礼拜左右，咁佢又慢慢淡啊，淡即系佢浅爆色咗，啦，慢慢消，即系慢慢消翻咯。慢慢消化啦。如果第二个部分个凹痕咧，啊，又出现另外新嘅，所以唔敢凹痕喎。但系啊，因为啲越唔做得凹啊，就越想凹，就系咁，就系咁样啦。以下咧都搽下啲 cream 啦，咁可能嗰呀，个天气变化都会让到，即系而家开始干燥啦，即系开始秋凉啦，咁你个皮会比较干啲，所以你都可能用翻一啲滋润嘅，例如或者你直接用 aloe vera 去搽翻你觉得好痕嘅地方。我要用 Alameda 的，所以你用嗰个我晚嗰霜个 Alameda 咯，嗰个晚霜啊，用得特别快嘅，攞嚟搽手系呀。啊，我哋陈，你会觉得佢润啲，同埋嗰个皮肤修复得快啲嘅。系啦，所以嗰支吓膏嘅嗰支系用得特别快嘅，我都系。好快就要再买第二套。边个吓？哇，嗰个贴片特别多咯，因为每买一套有2包嘛，咁所你以夜讲唔晚切。用喎？你用夜晚用吓？Alavita 贴片，夜晚用 Alavita 贴片。有用，有。OK，唔该。好，你啦。唔该，祝福感恩。好啊，有冇其他人想分享下？有咩想问呢？咁其实香港嘅朋友咧，呢度有几多位喺香港嘅？其实今日我觉都得好啲多个香港噶，系咩你一个我全部都大部分都识。？OK，OK。咁就如果咧日后即系遇到一啲个案系比较即系好似复杂嘅吓咁样样啦，咁我都欢迎你哋可以同我联络嘅。咁有因为我自己咧就喺我自己嘅理疗中心啦，我就有一部仪器咧系可以帮一个朋友去 check 到佢身体里边有啲乜嘢症状，而个症状咧个因由系啲咩嘢，咁变咗就会准确少少啦，同埋咧可以咧配对到咧边一啲贴片咧系可以有效帮到嗰样嘅原因去修复嘅咁样。咁我相信我哋每个人都系希望唔系净系有啲嘢治标啦，系咪？话痛咁样净系止痛，其实真系唔系好足够，因为净系止痛咧虽然舒服啲，但系如果佢嗰个病源都未有效咁处理咧，其实就都会恶化落去，恶化落去咧有一日你发觉嗰啲痛都唔系好止到，因为已经一路一路越嚟越严重。咁我哋希望咧系一啲病嘅因病根。系未曾恶化之前，我哋快啲知道佢系咩原因，然之后咧就用适当嘅贴片去帮助佢啦，咁样样。咁系咯，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去揾我嘅，咁就系咯，我就你大家唔知你知唔知我嘅 contact 啊，或者我可以喺度，唔知我有冇摆到 contact 啊，我冇写个 contact，唔紧要，咁我就喺度打低，咁你就抄低佢得噶啦，喺个信息嗰度。咁你就可以揾我啦，咁就 OK 噶啦。OK，咁而家咧，我哋咧就会
繼續咧都講下咧 Life Wave 嘅一啲背景。咁如果咧各位咧，你話嘿，我都聽過好多次啦，咁樣好。今次聽咧，你就用另外一個角色嚟聽，就係咧你要預備，你要講翻俾第二個人聽，係啦。即係無論你有冇呢一個嘅畫面，你可能有呢個 PowerPoint，或者你冇呢個 PowerPoint。但你都能夠咧，可以同你身邊嘅人咧分享一下 Life Wave 一啲背景，同埋咧幾咁多隻貼片咧，每一種貼片嗰個最突出嘅功能。咁我希望咧，大家能夠咧係慢慢記喺個腦裏邊。每次聽你就記多啲，每次聽你就記多啲。咁有一日咧，你就可以好似我同 Susanna 咁嘅角色咧，可以同人哋分享。咁人哋問多兩句咧，你都可以答到人哋，明唔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今次用另外一個角色嚟到去聽啦，好唔好啊？OK，咁咧，LifeWave 咧嘅創辦人咧就係 David Smith 啦。咁呢一位咧係佢本身咧係美國喺軍事上面一個嘅即係專家嚟嘅，都係科學家啦。咁佢都為美國軍部咧係設計咗啲譬如啲航空母艦啊、潛水隱形戰機啊嗰啲咁樣，即係佢都係一個咧係即係非常之犀利嘅一個科學家啦。咁喺2002咁上下一個日子咧，呢位 David Speed 咧，佢就係按即係美國軍方嘅一個請，即係要求啦，就係請佢咧設計一啲嘅產品咧，係可以幫助佢哋啲軍人咧，係可以更加唔需要靠藥物，但係咧能夠係持續到佢哋嗰個嘅體力啊咁樣樣。咁所以咧，由呢一位嘅 David 咧，佢就自己去研發咗咧一啲唔同嘅一啲光波嘅貼片啦。咁呢啲光波貼片咧，都攞咗好多嘅專利嘅，而家已經超過130種嘅自主專利，同埋咧有自己自設廠房啦，喺美國同埋愛爾蘭自己生產嘅。好啦，今日講講啦，呢啲嘅科技咧，我哋有個名稱叫光波嘅頻率療法，因為咧其實所有嘅生物佢都會咧係反射啲光出嚟嘅。而佢本身咧，亦都係有佢嘅頻率。咁人體當然佢都會即係發放出一個遠紅外線啦，或者係一個紅外光線啦，係有啲温熱咁樣樣。咁當光照射喺人體嘅細胞嘅時候咧，就能夠導致呢啲嘅細胞咧產生能量啦，同埋一啲代謝嘅生化反應，即係生理化學嘅反應。例如身體對顏色嘅光線咧，好敏感嘅。有啲唔同嘅顏色嘅光咧，係即係照射去身體嘅時候咧，身體會有一啲，例如佢可以咧提升咗佢一啲嘅代謝啦，或者咧係可以產生一啲酵素啊，提升一啲荷爾蒙嘅分泌啊咁樣樣。咁如我哋即係我想即係總結講就係咧，人體嘅唔同細胞咧係可以咧因應接收到唔同嘅光線嘅頻率，佢而帶動佢一啲咧唔同嘅反應嘅。咁而咧，LifeWave 嘅光波頻率貼咧，你會見到就係一塊好似一寸咁上下嘅直徑嘅一塊圓嘅貼片啦。咁佢係利用咧人體嘅自然能量流動啊，即係嗰啲血氣，我哋中國人叫血氣，配合咧刺激嗰啲穴位，咁就能夠提升咧人體自愈康復嘅能力，可以咧恢復翻一啲嘅健康咁樣。咁每一塊貼片裏邊咧，係含有氨基酸啦、氧氣啦、電解質啦、水啦同埋葡萄糖胺嘅，即係佢個物質係咁樣製成。不過呢啲物質咧，佢係將一啲特別嘅頻率咧標 in 喺裏邊，即係製造咗擺咗喺裏邊。咁就係呢啲頻率咧，係幫到我身體咧係修復健康嘅。咁當咧一塊貼片咧搣甩咗佢嗰啲嘅膠紙嘅時候咧，一貼落去皮膚或者一啲薄嘅布料，我讲紧系一啲咧天然嘅布料，即系唔好系啲胶啊嗰啲吓，系棉质或者麻质都可以嘅吓，一薄嘅布料咧，咁人体里边嘅远红外线咧就会个温热就会发放出嚟，可以咧启动咗呢块贴片里边咧嗰个频率，就反射翻入去身体里边，
咁如果貼喺啲穴位咧，佢就直情穿透啲穴位咧，可以帶動到佢身體咧相關嘅一啲嘅系統度啦，或者器官啦，咁就可以帶嚟譬如細胞增長啊、活躍咗佢啊，或者有啲嘅特別治療嘅信息咧，可以咧傳遞喺個身體裏邊，就可以咧恢復翻一啲特別一啲健康嘅問題啦。咁喺2019年咧，佢一個即係而家咧全球即係最多人用緊嘅光波貼咧，就係、是、呢個 X39 啦。因為咧 X39 咧係可以咧激活人體自己嘅幹細胞嘅。當一塊貼X39 貼喺人身體嘅時候，佢會刺激咧身體咧產生藍同性肽，呢種係一啲 peptide 嚟嘅，一啲肽，英文叫 GHKCU。咁呢啲嘅肽嘅含量提升嘅時候，就會將一啲人體裏邊咧沉睡咗嘅幹細胞係激活佢，而由呢啲幹細胞再複製，佢就自己咧就會喺身體裏邊追蹤身體一啲咧需要修復或者取代嘅一啲唔健康嘅細胞，啊，佢會可以處理細胞嘅問題嘅。咁佢貼咧喺身體裏邊咧，主要就兩個位置你可以選擇，一個咧就係、是、叫大椎穴，就喺、是、個頸。耷低个头，耷低个头下，咁你用只手指扫过去条颈啦，夹出嚟最紧嗰嚿骨，嗰、那个其实就系 C7 同埋C8 之间嗰个位，大约系嗰个位得噶啦，最紧手嗰个位，呢、这个系大椎穴。另外一个穴位咧就系、是、丹田穴，就系、是、喺个肚脐下面咧，两只手指位咁上下啦。咁两个位置咧，你都可以选择嘅。咁係啦，有一個咧臨床嘅醫療報告咧，就係、是、指出喺貼咗 X39 之後咧，係能大量咧去增加咗個藍同性肽嗰個濃度啊，以至咧可以咧幫助到頭先我所講到咧，就係、是、激活身體嘅幹細胞啦。咁你見到佢咧，即係嗰個增加個量咧，係可能就係10倍咁嚟增加嘅嚇，係提升咗嘅，喺2日至7日之內。咁而 X39 主要过嚟做啲咩咧？头先讲过咧，系活化同埋增强肝细胞，而肝细胞咧又会相继咧系令到自己身体肝细胞，自己身体其他细胞咧系更加健康啦，同埋更加充满活力嘅。例如佢可以做啲咩咧？就系、是、令到身体可以有更好嘅睡眠啦，可以增进嗰、那个提升嗰个免疫系统啦，缓解一啲嘅轻微嘅痛楚啦。提知嘅認知功能，因為佢幫助到腦細胞可以更加嘅活躍啦，改善膚質啦，減少細紋同埋皺紋啦，同埋增強傷口嘅治愈嘅程序。咁除咗頭先講嗰兩個位置之外咧，其實如果有時有啲嘅地方你想去特別針對嗰個部位嘅細胞修復咧，你可以貼喺嗰啲部位嗰度嘅，啊，只要嗰度唔係有個開咗嘅傷口就 OK 噶啦。咁当一个贴咗 X39 之后咧，最初几日，原来咧我哋身体里边有4000个基因咧会开始重新配置，喺24个钟头之内，即系1日之内咧，呢、这、一个干细胞激活嘅贴片咧就开始将呢啲3000至4000个基因咧重组，令到佢咧可以咧更加年轻同埋更加健康啦。咁啊提升咗嗰个藍同性肽啦，系启动咗身体里边咧嗰啲骨胶原蛋白嘅快速嘅修复嘅。咁所以咧，佢可以咧提高咗个抗氧化，减少炎症，同埋增加啲咧能量啊，系好快就见到效果嘅。然之后咧喺六跟住嚟嘅1至3个月咧，不但止身体啦，而且咧喺心理同埋情绪咧都会产生咧一啲唔同嘅变化嘅。咁最近一项研究系证明咗咧，喺6个礼拜之后，即系我讲用 X39 咧，系大约个半月之后咧。佢能夠咧係幫助個大腦調節啊，咁係一啲咧大腦嘅圖譜顯示咧，佢能夠咧活平靜一啲過度活躍嘅大腦啊，亦都可以減少一啲症狀，例如咧記憶力嘅衰退啊，係可以幫助減輕嗰個抑鬱啊、焦慮啊，幫助睡眠啊咁樣樣。咁而且咧啲心血管咧嘅系統咧都可以咧慢慢年青喎，可以年青到2个月喎。咁啊，真係好抵啊！嚇，用咗6个礼拜，年青6、2个月，
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励咧。虽然有时我哋贴啲369，未必你即时或者头嗰几个月，我觉得有啲咩嘅变化，但系你请你相信咧，呢一个嘅贴片喺你身体里边咧，已经产生好多细胞嘅一啲修复。咁有时细胞修复咧，未必我哋感觉得到嘅，但系因为我哋都系一个人系嘛，即系如果呢啲嘅临床咧系证实咗。A39 喺人嘅身體裏邊咧有呢啲嘅幫助，咁我哋每一個都係人，我哋唔係一啲特別嘅外星人，或者唔係一啲有特別異常細胞嘅人，所以我哋每一個咧，只要我哋係人咧，其實呢啲嘅幫助咧喺我哋身體裏邊都會發生嘅。好啦，去到3至6個月裏邊咧，呢啲多能幹嘅多能，即係好唔同功能嘅幹細胞啦。就可以轉化為身體修復所需要嘅任何類型嘅細胞，例如你個肝有細胞係自己治愈唔到，呢啲個細胞就會去到個肝度化為肝嘅細胞，然之後係甚至乎可以取代咗一啲唔聽話嘅幹細胞，唔聽話嘅肝嘅細胞，可以咧即係呢啲幹細胞咧係會取代咗嗰啲咧係原先喺度嘅細胞。咁啊，好似俾翻一個咧，係新嘅器官俾嗰個人咁樣樣嘅。OK，去到6至12個月裏邊咧，亦都有項嘅研究發現啦，用咗6個月之後，X39 有15個人做 sample 咧，有14個人咧，佢嘅生物年齡咧平均係降低咗8歲嘅，即係話咧，佢唔單止係抗衰老，而且佢能夠咧逆齡啊！咁呢個係科技嘅再進一步啦。OK，咁我相信咧，其實好多人咧，而家咧都越嚟越咧覺得咧，用一啲化學嘅成分嘅一啲即係藥物咧，去做一啲喺身體上面叫對抗性嘅治療啊，即係有啲乜嘢嘅身體問題就對抗佢啊，制衡佢。去遷殺佢咁樣樣咧，其實好多人而家慢慢咧都係覺得呢個唔係一個上策嚟嘅，咁都比較多咗人崇尚咧用一啲天然嘅方式嚟到去修復身體。天然嘅方式代表啲咩？係冇副作用啦，冇刺激性啦，唔係用藥物，唔用化學嘅嘢啦，冇激素啦，冇入侵性啦，同埋符合咧係一個人身體嘅設計嘅自然規律嘅。大家可以睇下啦，唔系一定有病先至用 X39 嘅。其实咧，用咗 X39 之后咧，由里到外啊，个人咧都襟老啲。襟老啲即系话咧，可以延长咗你嘅青春嘅年期啦，褪后咗一啲嘅慢性疾病啦。其实长远嚟讲咧，你身体系抵咗嘅，对嗰个我哋喺花费喺医病嘅。即係金錢啦、心機啦，亦都係褪後咗啦。咁我覺得係絕對係抵嘅。咁你大家去睇下呢啲咧嘅朋友，佢唔係淨係得個外觀咧係好樣咗嘅喎。其實你會知道咧，佢裏邊啊有即係咩乎於內形於外係嘛？即係喺身體裏邊係好咗，所以佢先至咧望落去個樣咧係年輕咗嘅。咁而且咧不但止人喎，動物咧。都一樣咧，可以咧由呢啲嘅貼片，特別 X39 咧，係得到幫助。好多一啲嘅病啊，有傷口啊，有啲慢性疾病啊，咁呢啲咧都係幫咗好多一啲嘅動物嘅。咁你見到右下角咧，嗰啲魚啊都受惠喎。咁啊，我哋好難貼喺個魚身嗰度係咪啊？我哋就咁咧貼喺個魚缸嗰度咧，發覺咧嗰啲嘅貼片都可以咧係發放到去俾條魚去接收到啊。而且咧，植物都系喎，都系有細胞嘅喎。呢啲全部啲佢哋有機啊，有 organic 嘅啊，都係行生細胞頻率嘅一啲嘅生物咧，佢都可以接收到咧 X39 嘅幫助嘅。而咧好多世界級嘅運動員啦，佢哋都係LifeWave 嘅用家啦。咁你見到譬如左上角嗰位叫碧咸啦，呢個係唯一我識嘅人嚟嘅。咁 其他咧都係。佢哋都係用緊 LifeWave，無論係游水嘅、打波嘅、運動嘅。咁因為
life wave 嘅贴片咧，喺防水嘅，所以咧游水都可以照用嘅。亦都有一啲咧黄室人士咧系用紧 life wave 嘅吓，咁都系2002年开始啦。喺早期嗰20年度啦，life wave 咧嘅贴片咧已经有唔同嘅功能去推出嚟啦。咁都系咧系抗衰老嘅，不过咧去到2019年啦，即系当 X39 推出咗之后咧，佢就能够咧系带嚟逆龄嘅效果。再过多3年咧，就2022年，即系去年咧就推出埋 X49。咁 X39 同 X49咧都系激活干细胞嘅，不过佢哋嗰个功效针对嘅嘢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咧一阵我哋一阵间会有啲嘅简介啦吓。每一个贴片都有啲简介嘅。好，咁啊，首先咧简介下energy enhancer 啦，红色。咁你见到颜色，你都知道咧，其实佢系增加能量啦，同埋增加血液循环嘅。不过咧，因为呢一个细胞能量增加之后咧，佢能够帮助到嗰个新陈代谢啊，所以咧可以帮手系燃烧脂肪嘅减肥啦。另外下面啦，下面咧就系 silent light，silent light 咧。佢系可以帮助一个人咧入睡，因为我哋入睡咧，我哋好需要有一种荷尔蒙叫做褪黑激素。咁如果呢个褪黑激素咧，我哋有缺陷嘅话咧，有啲人咧就会瞓觉有难处嘅。咁呢一个 silent light 咧就系帮助人身体里边咧提升个褪黑激素，所以咧可以提高个睡眠质素啦，帮助人入睡啊咁样嘅。另外咧 ice wave 啦，ice wave 头先都提过咧，就系佢系一个咧。可以一兩分鐘之內咧，係減輕嗰啲痛楚，因為佢可以將一啲咧感應痛嘅一啲 pathway 啊，一啲嘅通路咧係 block 咗佢，所以咧我哋就個身體就感應唔到嗰啲痛嘅感覺，咁佢一個咧安全啦、天然啦，係唔需要咧係用藥物，即係唔係淨係靠 Panadol。雖然而家啲 Panadol 廣告咧就話啊唔會存留喺身體，會排出體外嘅，其實咧我唔係好信嘅，即係多多少少有啲嘢咧食得多咧都會留喺身體裏邊嘅。咁呢啲藥性啦，咁我哋盡量都係想避免啦嚇。好啦，Carnosine基肽啦，基肽咧就係佢能夠咧增加身體嘅體力，佢會咧係特別係幫助一啲嘅細胞同埋原生組織。咩叫原生組織咧？就譬如你啲肌肉啊、韌帶啊、器官啊、心肝脾肺腎腸、腦啊，呢啲都係你啲器官嚟嘅。咁佢就能夠幫助到呢啲器官咧嗰、那個自我修復能力。亦都提升嗰啲肌肉嘅韌度啦、韌帶嘅柔軟度啦，咁樣樣。咁好多一啲咧，譬如搞個柴啊，啲腰骨有問題啊、頸骨有問題啊，唔係嗰啲叫頸。頸椎綜合症嘅呢啲咧，全部呢啲用基肽咧都係好有果效嘅。咁金黃色呢個咧就叫谷胱甘肽，呢一個咧係一個排毒嘅鐵片嚟嘅，佢能夠咧減低一啲身體嘅毒性啦，或者排出體外啦，將啲毒素，譬如一啲重金屬啦，佢都可以排到嘅。有一啲嘅病毒與一啲細菌，佢哋嗰個嘅活躍性咧，我發覺用咗。谷胱甘肽咧都可以咧幫助到嘅，不過咧用谷胱甘肽咧就請你留意啦。如果安全起見，我覺得咧都係隔日用好啲，即係開始嘅時候隔日用，因為咧好多人都會經歷到咧特別排毒反應啊，可能出一陣瘡啊，或者係會吐瀉啊，出啲好痕嘅嘢啊咁樣樣嚇，咁所以用谷胱甘肽咧係零舍需要飲得多啲水嘅喎。咁樣樣啦，咁就可以同我哋交流一下。如果真係出一啲排毒反應咧，其實千祈唔需要驚，你應該反而咧係恭喜你自己，因為咧，咦，佢真係幫緊你倒垃圾喎。啲垃圾咧長期唔倒咧喺身體裏邊咧，其實就係硬話硬係嘔啲 cancer 出嚟嘅。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一個人家唔使咧，你都用下谷胱甘肽嗰一包，你就當幫個身體咧清下垃圾。呢個絕對係對你個健康咧係一件好事嚟。好啦，左下角啦，綠色，綠色呢個咧係一個咧係平衡荷爾蒙嘅一個貼片嚟嘅。咁啊，主要咧係佢平衡咧有三類型嘅荷爾蒙。第一類型咧就係一啲女性周期啲荷爾蒙。
系啦，第二咧就系、是、一啲叫做瘦素啊，即系话咧系如果瘦素唔平衡嘅人咧，就系、是、会成日都想食嘢嘅，因为佢个脑咧佢唔能够去接收到个身体嗰啲糖分指数已经上升，譬如我哋食完嘢之后咧食饱，其实我哋点解会饱嘅感觉咧，就系、是。食完嗰餐飯，嗰啲糖分咧會提升嘅喺個血裏邊，咁個身體咧會知道咧啲糖分已經提升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夠啦，夠咧佢就會俾一個飽嘅感覺俾我哋，我哋就會感覺我哋唔需要再食嘢啦咁。咁但係咧，如果有啲人咧成日都覺得自己需要食嘢咧，好多時候咧就係佢呢一隻荷爾蒙叫 leptin 瘦素咧係失去咗平衡嘅。第三類嘅類別嘅荷爾蒙咧就係、是、一啲由個腎啊去分泌出嚟嘅荷爾蒙。咁但系咧，今日我哋只能够咧，若望讲一讲，咁有机会先至再即系讲多少少呢一个 SB6 嗰个嘅功效啦，咁样样。好啦，右上嗰个咧就系、是、好多人都用啦，就系、是、叫 Aeon。Aeon 咧系一个咧系消炎同埋减压嘅一个贴片嚟嘅。咁身体有炎症咧，好自然咧，身体会受压啦。但系同时咧，除咗减少嘅炎症之外咧，佢連一啲精神壓力都可以幫助到嘅，譬如有啲人大人又好，細路仔又好，有啲多動症嗰啲咧，缺乏專注力嗰啲，或者成日都要騰嚟騰去啊，成日坐唔定嗰啲咧，原來用咗 Aeon 咧，佢都會幫助佢咧係能夠calm down 佢啲咁樣嘅。好啦，右下嗰個咧其實係一個情緒嘅貼片，不過咧因為而家下咗架，暫時。咁如果第佢上翻架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再多少少去分享下佢個功能啦。咁如果一般咧係保健嘅話，可能我都冇咩特別嘅身體嗰啲咩痛啊、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咧，我都想咧保持青春，甚至乎逆齡喎、哦、咁樣。我又想咧自己襟老啲喎、哦、咁樣。咁咧我就好建議大家可以用呢一個組合，就係咧朝頭早咧8點到夜晚8點咧呢、這個日間時隔12個鐘頭咧就用 X39，然之後咧夜晚咧。將你搣咗 X39 出嚟之後咧，你就換 Aeon，又係夜晚8點到朝頭早8點瞓覺嘅時候咧用 Aeon。咁於是者你咁交替嘅話咧，啊，我相信咧你嘅身體越嚟越好，你個外觀越嚟越後生。有啲咧你即係冇諗過咧可以有唔同嘅一啲嘅外觀嘅問題咧，你會發覺咦真係可以處理咗喎，譬如有啲斑啊、疣啊。啲黑頭髮啊，或者脫髮嘅問題啊，皮膚啊，易容，總之係你會有啲開心大發現嘅。咁鼓勵大家如果係咁樣去用嘅話咧，你都幫自己影一幅相先。咁然之後咧係每一個星期咧去留意一下自己有啲咩唔同咗，你就寫低佢，係啦。咁大約3至3個月至6個月咧。你就自己評估一下自己有啲咩身體上嘅轉變，咁你可以同其他人去分享噶啦。OK，假設咧，如果你自己未曾 join 呢個會籍，或者你有朋友想 join 會籍，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入會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套裝去做選擇嘅。咁每一個唔同嘅套裝咧，當然佢有唔同嘅消費啦。亦都可以咧購買到唔同嘅貼片啊，嗰、那個數量嘅。咁我就講一講啦。你見到咧，譬如由銅級、銀級、金級、白金同埋鑽石級，佢裏邊咧可以買到唔同嘅包數嘅 X39。不過呢個 X39咧，你唔需要一定全部揀成 X39 嘅，你可以咧每一包 X39咧係換。另外兩包功能貼，功能貼就係嗰啲有顏色，頭先我講有唔同功能嗰啲嘅貼片啦，咁樣又或者咧，你可以換 X49一包咁樣。咁至於咧有一個係皮膚叫活麗套裝，裏邊咧包含咗咧係有兩包嘅皮膚貼啦，同埋一樽大嘅 day 高嘅係 night cream，矮啲嗰個係 day cream。咁呢一個嘅皮膚嘅組合咧。就可以用三包功能貼嚟代替，即係等於一包39加兩包一包39加一包功能貼，亦都可以代替咗呢一個活麗嘅套裝嘅。咁如果你真係想訂嘅時候，又唔係好明白咧，就請你問下你個介紹人就 OK 噶啦。
咁而咧，亦都好想介紹下呢一個網站啊，因為呢個網站咧係阿 Susanna 咧係好精心咁嚟到去設計啦。咁裏邊咧有好多咧好實用嘅一啲嘅資料同埋資源係LifeWave 有關嘅。咁譬如不同嘅光波貼片嘅功效啦，佢哋嘅見證啦，見證又分類嘅喎。有相片啦，有影片啦，即系视频啦，同埋有啲系文字嘅一啲分享啊，咁样样。仲有咧就系、是、有关于啲好转反应嘅，一用咗贴片之后咧，有治愈嘅时候就有机会推咗里边一啲咧潜藏嘅问题出嚟嘅。咁呢啲咧都有写咗喺度嘅。咁大家可以咧喺里边有条 link，你就可以 send 俾你嘅朋友，等佢咧可以。即係 self studies 啦，咁就方便，俾我哋好多方便，因為有時我哋想介紹貼片俾人用，咁但係咧我哋如果要處理所有唔同嘅朋友佢哋嗰啲嘅問題啊、成啊咁樣咧，我哋自己都要整一個好大嘅資料庫。咁而家已經有一個資料庫，你可以咧用佢嚟到去有啲 link，啲 website 你可以 send 俾你嘅朋友，佢哋自己去睇。咁睇完嗰個，佢有可能咧，督下到睇埋其他 A39 其他貼片、其他嘅 pages 咁樣啦。咁係幫助我哋咧去做一個銷售，或者做分享，係幫咗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咧記得要抄低呢一個嘅website 啦。呢個 website 就係 www.lifechanges 有 s 嘅 dot one 嚇 o n e 唔係 dot com 啊 dot one。咁希望咧貼片咧，佢能夠咧喺你嘅健康、修復、治療或者保健上面咧，係作為其中一塊嘅拼圖啊。因為咧，一個人咧，其實佢身體要有一個最好嘅機能咧，係需要咧起碼四樣嘢嘅。佢需要有個硬件要個結構要好啦，佢需要有足夠嘅營養啦。佢需要有足夠嘅能量啦，但係亦都咧係好需要咧有健康正常標準唔偏差嘅頻率。咁好可惜，好多人咧佢嘅身體嘅毛病咧就係呢啲嘅頻率偏差咗。咁而咧光波能量光波嘅頻率貼片啦呢個 life wave 咧，正正係可以將呢啲偏差咗嘅頻率係掹翻正嘅，係啦，幫助我哋咧係即係快脆啲能夠修復咯，見到嗰個嘅即係治療嘅果效。咁我自己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好方便去同人分享同埋自己使用嘅，因為佢又輕啦，又可以攞出街啦，寄俾人都得啦，咁亦都唔係好貴啦，係咪？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成為你嘅生活習慣啦，就用貼片。OK，我哋成日同人哋讲，你贴咗未啊？今日有冇贴片啊？咁样样，即系希望我哋咧，即系成为我哋一个嘅，即系好似日常嘅俗语咁样样啦，系关心下人哋有冇用贴片啦，咁样。OK，咁咧，我今晚分享就到呢一度啦。咁啊，睇下小新有冇补充。好，我哋关咗个分享页面啦。咁想请问大家，我哋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呢？冇，唔紧要。嗱，咁我哋听晚咧就有请咗咧我哋嘅见证分享嘉宾啦，咁啊 Esther 啦，咁佢听日咧会见证咧佢一个流咗好多个月血嘅血流嘅问题，咁系都流到多到系要入医院吊呢一个嘅血包嘅，咁咧点样透过 LiveWay 咧系可以止到血？另外咧亦都咧系亦都系咧佢自己身体啦，就系发生一个意外啦，咁就令到佢个膝头哥个十字韧带系直情系断咗，咁当时系行唔到，好痛。咁点样透过 LiveWay 贴片做咗急救，而令到佢系唔痛，
然後佢行得翻咧，咁聽晚咧就等佢咧嚟親身同我哋去分享啦。咁亦都咧，佢而家喺加拿大嘅，咁所以同我哋對調咗個時間嘅。咁啊，聽日都會嚟出席啦，去同我哋去做一個分享嘅。咁啊，希望聽晚我哋準時咧就去見大家啦。亦都希望你哋咧就繼續分享，將我哋嘅 Zoom 嘅內容咧係去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可能你分享喺你一啲嘅社交媒體平台上邊啦。個原因係你唔知邊個睇到呢一個嘅信息，而佢 click 咗入嚟，佢了解咗之後，佢真係揾翻你去購買啦。因為我哋全部入邊咧嘅連結都係俾翻大家咧，你哋自己跟進翻你哋自己嘅朋友嘅。咁然後咧，咁我哋可以幫助到你身邊嘅朋友去改善佢哋嘅健康，同埋咧將一個嘅無藥嘅治療帶進我哋嘅生活當中。好，今日咧去到呢度，多謝曬阿 Priscilla 今日嘅時間同埋同我哋嘅分享。咁我哋聽晚再見大家，拜拜啦。OK， 再見，拜拜。